你什么短啊？你下午这么短？四号双排，我带你脱离苦海。他妈的，这靠这两把定胜了，连铂金。最低的时候，我他妈直接冲开了，番号一把加十几分，我操！最低的时候一把加八分。这片黑暗，希望无存，无可救赎，因为这黑暗就是我。我开始我那个大。无存，无可救赎，因为这黑暗就是我。我开始我那个大号他妈后面输了二十把金库，我操！最高是好像是三十把金库，然后一把加八分，但是我傻了，然后后面我又打回去了，打回去我前两天进号给人家又他妈二十把金库。我将不断索取，不断抢夺，再无一物，杀一物。五个人资格可能不够多了，不够是我操！我打了他妈这个号，我打那个人距离，他估计打了三百多吧。你得把加分打对，我打了一个后，这个因为本来加分就变低了嘛，就可以，我已经很多把了。什么时候没上号？
OK OK， 来了叫我。重任是玩具啊，老弟。再重任怎么对位啊？我找个双排，找个 AD 双排，受不了了，傻狗真的。哎，这个3D的傻逼客户端好像加不了好友，我加谁都加不了，说那种服务器错误。直接拉好像可以，看看吧。操！哎，我怎么第一时间没 W 出来？我按了两下 W 才 W 出来。我找到一个 ADC。其实穿甲也一般，说实话，穿甲那个时候厉害要做星石，就跟以前那个蓝枪一样，平 A 型穿甲流嘛，平 A 型穿甲流后面都要转暴击的，我也不也一样嘛，最后的反正你说你绝对有差不多40暴击几率是肯定有的，穿甲也分技能型和平 A 型，平 A 型也是要转暴击，不可能纯做穿甲。受不了，我自己错了一部分，太错了。但我的人一年比一年卷。
为什么辅助开声给 W 的歌迷？我越来越搞不懂他们。来把羊豆，这把稳一局吧。来把羊豆玩，没事儿的。屁又没油这玩意儿，妈的玩儿。我就当只出了个1200就行。要羊羔有联动，加以时日，必定迎来我的凯旋。超级漂移，看好了，哥们的转弯，妈的，这怎么？